杨 Black 东的表演。大家是不是还不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芋头。我叫红豆。好，红豆，你知道我以前比大队接力的时候，有遇到一个超级好笑的事情，要不要来演一下？可以啊，可是这里好像没有接力棒哎。没有接力棒？台下的有人有接力棒吗？你是白痴吗？谁会随身带接力棒？接力棒。接力棒，这里有一个我干，你也太恶心了吧！有就好了，嫌弃什么啊？好了，那我赶快来演一下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够了。好了。更！干嘛、啊？认真一点啦！而且摩托车不能骑上跑道。好，那重来一次好不好？认真一点。爸爸，到底在干嘛？可不可以认真一点啊？最后一次，认真。开始喽，我要准备喽。好。好啊，那我们欢迎。